你二人可有相互隐瞒之事啊？李妈妈，哎，你先去叫车夫吧，我去走走消消食。哎，好。来，姑娘看一看啊，花布。看到了，这都是新花样，我拍照也能看到，这是最成熟的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在找你。 老天爷呀，你终于坐在了舅舅的面前。舅舅，棉糖把过去都忘了。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一言难尽，一切都是从上次夜开始的。 眼下，我有更重要的事。那个杀死咱们镖局兄弟的人，也就是挑断我手筋，害得我落水失忆的人，如今此人正在寻找舅舅你。一日不除，我寝食难安。大师，真的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？这个嘛，家主。 夫君，夫人怎么在这儿？嗯，家主，今日是老奴陪着夫人一起来看相的。哦，夫君是来执行公务吗？对，相识算的可还灵验？ 灵的，大师说夫君心地善良，诚实质朴，而且官运亨通，连你升官的事他都算出来了。大师，公子官运虽好，只怕贵人星冲孤城难生妙望啊。夫君，来都来了。 不如请大师看一眼，请他帮我们合合婚，就一会儿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啊，看面相吗？你二人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！哎，这看的倒是挺准的。那我想看看我们日后的婚缘吉凶。那请。 摇上一签吧，下钱。 此前和解，来路明晰，富不明，不明莫要与他争。你强亲爹还成土，纵然神符，也难行。此前若做姻缘之间，确有不利。你二人可有相互隐瞒之事啊？ 我没有。那就是，牵落地上，有地气所致。若以牵文所解，您夫妻二人虽然相爱，但因不够坦诚，会渐行渐远。那可有转圜的余地啊？只要你二人真心相对，都会有挽回对方的余地。 夫人，嗯，我是会对你坦诚的。我也是。